哇哇老哎，这很夸张，还没玩哇！耶、yeah, 那个我要退了，我要退，我要退了，哇！退要打架这个哇！等下你别这样快，别这样快，太快了，喂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对，好啊！想办法捞一个钱，捞一个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来玩我们的这个小白。上一集呢，你们看我影片，你们就应该知道，我们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就叫我们这个小牛，就是去跟我们的狗对决，就是去马路上面找狗。可是呢，有很多人就在讲啊，那个画面太短了，而且我们看到狗，我们很怕，我们一直跑，因为我们怕我们的小牛俩有问题嘛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再拍多一集。今天我们是要来挑战小狗啊，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小牛挑战小狗，我们要专找狗哎，然后我们就放我们这辆车。今天我们不会像昨天这样怕，我们会敢去。我们昨天有一点怕它受伤，懂吗？有点太爱惜它。然后我们是不会伤害狗的，因为这辆车也没有什么杀伤力，还伤害不到。所以你们不要在下面留言讲我们欺负小动物之类的，我们只是放一辆车去跟它玩而已。它没有要攻击我们的车，我们也不会对它怎样，我们就是只是跟狗玩好了。OK， 来走，我们现在就要找狗。可是这已经很少野狗了，讲真的，以前就是会有很多野狗了，然后应该是有很多那种人去把那野狗全部清掉啊，然后抓去杀啊，抓去喂老虎啊，抓去安乐死啊，给这些人全部抓走，然后来虐待啊这些。我们今天的 content 我们没有要弄狗嘞，你懂吗？我们只是跟狗玩嘛，我们也没有要欺负它，这辆车也不会射大炮什么鬼的。你们在这边给我留言什么？我们去欺负狗什么东西？我们的车这样小两讲欺负狗哎，你可以教我一下。OK， 我们才遇到狗啊，那边有一只。OK， 它走去那边了。来，我再叫我弟弟下去放车，手机很够。OK， 来，我们现在已经发现那只狗啊，现在要快点走啊。这只狗也是蛮大只的，绝对不会像昨天这样怂啊，今天。去了，慢点，我们冲。你刚刚看到那个狗就在前面。OK， 我们又冲出江湖了。那个狗在前面，我们在前面了。好，慢点。你看，等一下。OK， 慢慢前进。你不要卡住哎、欸，退，你不要走啊，卡住了。哇，老死哦这样。等一下，哎，前面。退回来先，向前。哇，可以耶，这个狗很配合我们耶，它可以跟我们玩了，你看，它不容易不会生气哦，它走掉，它跑掉了，你看，它跑掉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们先给小白热身一下。哇塞，那狗在跑掉，哎，那狗真的怕，它在后面，它在后面。这只狗不可以啊，这只狗它怕我们，所以我们不要跟它玩了。我们要找那种不怕我们的狗，它会冲过来的。这个刺激哦。OK， 再换另外一个，我要找凶点的狗，我要找那种不怕的。感谢这只狗的配合，你们可以去 follow 这个狗的 IG。哈哈哈哈哈。找下一只狗。我老我爸跟我讲，这一区有很多很凶的嘞，可是那个不是很凶哎，还是极凶的狗，看到这种车都会怕。找一下，我看看啊，前面有两只。哇来了、哦、来了、哦、两只，再跑，他跑，你来上，我在飞啊，他在飞啊，喂，别玩，走外面一点，啊，走外面一点啊 ，OK， 你把我陷进去，进去就出不来了，我那边是港口，哇来了、哦、来了、哦，这只黑色的，喂。过三年，过三年 ，OK， 来，再重去跟他玩呢，哇，好吧，OK 啦，太怕了，呀、yeah, ，后面他找偷鸟，小心，走，不要玩了，在那边。哇，这边 OK， 这边的路蛮平的，我们的车都很 OK 走哎，怎么狗都会怕、啊？昨天我们有遇到一只黑色的，它很凶啊，它一直硬要来啊，然后这边遇到的全部都很怕哎，全部都不是很敢跟我们玩这样。我觉得一定有那种狗王啊，就是那种最够力的、最狠的狗王粉丝，真的，每个地方一定有一个老大吗？我们现在就要找他老大吧，他的小弟现在全部都被我们吓走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去寻找狗王，就是要一只脏狗来。哇，我刚刚看到一只在家里面的超级无敌大只，哇，你自己看，哇，那如果在外面的话就够了。喂，哎呦，哇，这个凶哎、欸，
这个不能啊，我打不过他。如果这只哦，我们放我们的小牛去，他咬我们的小牛，是不是？这样我们就跟我们的小牛讲拜拜哦。我们是不会去救他了，真是太凶了。我们再要去另外一区，狗最多的区。OK， 经过我们辛苦的寻找，终于给我找到一个地方哎，有三只非常凶猛的大狗。OK， 我们现在就放我们的 Lamborghini， 我们现在就下去跟那只狗玩了。这边就好放啊、哦。他在前面的，我记得。Okay， 来，我替你放车在那边。OK， 来，左边，左边，先往这走。哇，看我前面，前面有，两只，看啊，三只，哇，很多只来，很多只来要，三只一起来。哎，那边路很坎坷啊，小心啊。哇，哇，老哎，这边夸张，那边玩，哇，天哪，那个我要跳啊！我跳，哇，要打架这个，哇。等下你变得快，变得这样快，太快了！等一下，哇，太快了！你不要这样，你要抓来，你给我车先退先 ，OK OK， 冲去厦门下，冲一下门下，往前冲！不怕，退！哇，老魏怎么这样敲的？退！好啊，厦门要绕一个圈，来，我来控制。完全不怕他们。喂，他动我的 cam 了，哇，他动我的 cam 没该，他完全不怕。哇，他该动我的 cam， 他去修我的 cam， 挑衅我啊！哎，他们完全不怕，伤到我的心啊！哎，哈哈，怎么有狗完全不怕？我的小牛这样没有跑跑了咩？还跑来修我，刚刚跑来修哎，紧张我刚那边，我刚心跳超快，我感觉他要丢掉我的跑车应该。之前我弟弟在这个地方哦读书的时候被十只狗追，你遇到的可能就是他们哎。我看那个气势，他们真的是完全不怕 ，gangster 的感觉。妈的，这样那你可以这样哦，做狗抓这样，很凶哎。我弟已经拿好车，我们再回去刚刚那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再跟那个狗单挑了一次，最后一轮了。他们再如果再不怕哦，就算了。完了，我的 cam 给他壁纸去撞它，问我那个 cam 有没有震动到？修下有没有味道？要恶心啊！各位观众，又要对手啊！这轮这只啊，我们再挑战一下。哇，这个我觉得要准备下车了，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会直接追上来。上！撤退！哇，上！给我上回！嗨，又不敢出去了，没人转。喏、no? ，这只狗真的对我们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你看 ，OK 啦，我觉得这边的狗哦，全部都很无趣啊，不是很想跟我们玩。OK， 我们再去最后一个地方，然后看那边呢。会不会有很多狗？目前呢，我们的小牛只输过一次而已，就是刚刚四只狗了，他们玩臭，没办法，那个也不是我们输。如果他们一只狗的话，我觉得他们也是怕了。可是他们四只，所以我们比较怕一点。最后一局啊，来终极啊，现在 OK， 现在是我们看到最后一只狗啊，我们现在就上 OK， 这只我们会赢还是他会赢呢？他在前面，小心，上，怕，上。拍，好像不想拍，怕了，上，就是我们的小牛赢了啦，所以我们今天是三胜一负 ，OK。我们唯一输的一局就是那个四只狗啊，然后剩下来其实我们都赢了。拿回来 ，OK， 可以啊 ，OK 啊。所以我们已经玩完了今天的小牛 VS 小狗的这个系列 ，OK。OK， 好啦，我们已经玩回来了。这辆小牛已经也要没有电了，我看它，它已经要没有力了，它整辆烧烧这样还在。他真的稍稍这样骗你，所以今天这个带小牛去跟狗 PK 的影片就到这边喽。喜欢影片的话就点赞还有分享。如果这影片超过2000个赞的话，我就会把这辆小牛白色的 Lamborghini 送给你们，选一个观众，你们在下面留言讲我想要 Lamborghini， 我就会把这辆车送给你们，超过2000个赞的话 ，OK。
172 LP 610 Mambo 这个是，我们就开始了啊，我们看看这一顶是给多的。OK， 各位观众，我们看到狗啊，我前面有狗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喂，最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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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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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看我的车在哪里，喂。